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各位好，我是主播茶茶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，女人最好的状态，就这两个字。很喜欢一句话说，女人必须要有这四样东西：扬在脸上的自信，长在心底的善良，融进血里的骨气，刻入生命的坚强。人生漫漫，却只一世轮回。若是整日囿于鸡毛蒜皮的琐碎，被柴米油盐耗尽了所有对生活的热情，为了不爱自己的人患得患失，为了得不到的东西纠缠懊恼，那真的是太不值得了。有时候想想，人的不安和患得患失都来自于内心的贫瘠。只有真正的独立起来，才能摆脱心穷所带来的束缚。一辈子就这么长，你得学会活出自己的主场。当所有你想要的都可以自己给予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获得身心的丰盈充沛，也唯有此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女人最好的状态就两个字：独立。前段时间重温热播剧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唐晶知道贺涵爱上罗子君之后，摘下手上的戒指，含着泪说：“戒指好看，我可以自己买，我也会自己好好爱护我自己。”唐晶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爱自己的资本和能力。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离开自己而感觉天都要塌了，她也不会因为爱就被感性冲昏头脑。因为独立，所以明白爱情最不需要的就是施舍。因为独立，所以洒脱，所以不为难自己，也不为难别人。同为一所高校的高材生，罗子君毕业之后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供老公欣赏的花瓶，觉得只要讨得男人欢心就够了。陈俊生出轨了，他就觉得天塌了，除了哭除了闹，他想不到别的办法，这是他的局限。从前自以为逃过现实的苦难，却终究迎来生活更狠厉的巴掌。人都在变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谁能做你永远的依靠。唐晶最开始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，但她不信罗子君那一套，什么女人嫁得好就够了，那些面上的打打杀杀都是男人家的事情。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就一个人在职场中浮沉拼搏，不将就不放弃，才能一路披荆斩棘，在磨砺和打击中练就金刚不坏之身。独立的女人最好命，这句话自有她的道理。生活从来不会太过偏爱谁，靠着别人得来的终将会失去。罗子君在离婚后经历过这样的一波三折，也终于明白
生活只有自己一步一步去走，才最稳妥，最扎实。独立也许很累，但你必须明白，不独立更累。靠自己有时候的确很辛苦，但那种不卑不亢的自信，才是你和现实较量时最大的底牌。我知道很多女人都在糟糕的感情或者婚姻里不断消耗自己，或者在将就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凑合，日子也许过得并非如自己所愿，但就是难以做出改变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难，要想完美的平衡工作、家庭和其他兴趣爱好，真的不是一件易事，但并不是做不到。你先要有独立的精神，然后要有独立的能力，接下来是独立的执行力，最后你就会收获到独立丰盈的生活。记得在一期节目中，金星问杨幂，如果你要给父母买一套房子，会跟刘恺威商量吗？杨幂说，不会啊，因为我买得起。面对别人对于范冰冰要嫁豪门的质疑，范冰冰说，我不用嫁入豪门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豪门。不做依附别人的菟丝花，才能活出属于自己的风华。独立的女人总有一种闲庭信步的优雅和淡然，梦想和野心写在脸上，自信和坚强刻在心里，靠着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凭着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样的坦荡和洒脱，才是女人最好的状态。愿你好好爱自己，活成独立坚强的模样，做自己的女王。别怀疑，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，就大步向前。你要相信，你心之所向，终会抵达。晚安，祝你好梦。走过这时间，万般留恋，翻过岁月，不同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吹剑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，且就随缘去吧。逆着光行走，任风吹雨打。
短的路走走停停，也有了几分的距离，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，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，再次见到你会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。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，翻过岁月不同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挣扎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且沉随缘去吧。随风去了，以爱之名。